对吧？日麻晚麻说，我跟晚说是不一样。没有啦，你今天已经糊一个那么大的，没有，我快没钱了。奇怪，这样才12番哦，你觉得更大？荔枝、大姊妹都才一倍。婆婆，你是庄家，你好就可以打一张。对啊，我刚那个暗刻还有荔，如果在荔枝就超大，算了，就不荔枝，还可以改牌。最后一场，婆婆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打一张。你刚刚已经二筒，这是他的。婆婆，你要二筒吗？没有哈。哇，这个牌80000。没有啊，我已经快花完了，搞不好可以击飞我。好啊，加油，用力一点，击飞也是一种机会。八条，东风。10000。白板。哇，三个白板。五条。东风。哇，最后一场了，超超。差不多都打一圈了、啊。好、哦。哇！可恶，四条打掉，五条。好、哦，是发财。不错。来，一条，吃，一二三，20000。我刚这样发财不平，小三元，哇，八条，八条。哎，算了，80000。啊，三笔。这里打错了，好吃，五套，啊，五条。自摸了，糊了吗？七筒，八尾七筒，好吧。我想一下，七。
无痛，无了，好，哇，婆婆两个暗刻对不对？差一点就碰糊了，吸。嗯，五筒发财。嗯，我刚才差点要打九筒，吐出了。没有啊，五九筒不会糊啊，五是要糊六筒啊，这样才有形同图啊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七八。六筒我也不会打。